这是一个主播有性格的主播，什么都怼。是的，我昨天晚上在吟诗，今天在唱歌。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女人，我是一个女歌手。你们在网易云、还有酷狗、还有 QQ 音乐都能搜到我的个人专辑。嗯。你说啊，白天是女歌手，晚上变李白。宝宝，我不要康乃馨。行行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什么？我给大家高歌一曲，我给大家高歌一曲。就是讲述了我昨天的落幕，讲述了我昨天的落幕。不行，这个作诗的背景音乐应该弄什么音乐呢？哦，大气紧张音乐。等会儿，大气紧张音乐。OK， 手变形是因为我开美颜开的。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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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我找会儿，等我找首歌。你的手手比你还肥，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飞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，前夫子丹丘生。